好，转换一下心情。2017年全球台湾客家文化会议以及垦青大会，8月4号将在太平洋棕榈酒店来举办。今年的盛会不止邀请到了加州财务长江俊辉共襄盛举之外，8月6号还会举办抗癌慈善音乐会，欢迎华人家庭踊跃响应。Men and women join and participate in research studies who have had cancer or who haven't, who will hopefully help researchers find the cause and prevent cancer from beginning. 台湾最好的三年来的金曲奖的冠军，最好的代表了，这叫做龙兴客家舞蹈表演团。另外还有非常优秀的现代的舞，也是台湾的代表。八月四号垦青会之外，美洲台湾客家联合会会长梁振吉还介绍了，8月6号晚上8点将在巴沙迪纳市举办全美唯一一场客家音乐慈善会，内容精彩呈现几乎失传的客家传统音乐，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一起来捐出爱心，帮助癌症家庭。